乌镇文化讲堂第四讲，曹新成，以科学看美感与佛学。曹新成回忆道，圣严法师圆寂前曾嘱咐他从科学的角度看佛教，而他一路研究体会下来，发现佛学本身就是科学。随后他以20个字概括他眼里的佛学：文、思、修、体、相、用、缘起性空、真空妙有、禅修、平等、慈悲，并逐一展开细谈。